好了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好 ，MGM 大晋级的这个活动，好，那一二三四五名，哈，第一名保留，我们先来看二三四五名，第三名是三二一，噔噔，好，玉山排钱包信用卡，他走第三名哦，好，这个斗阵就拍档，奇赚 BB 也好看哦，这个部分呢，玉山的 MGM 活动拿到的是第三名，来看一下他这个数，这个 MGM 大晋级的部分呢，其实上每个人都有票可以选，但是因为选项有23个比较多，所以有点分散。那前五名的得票数是来到了267票，哦，算是蛮高的。那在这个第三名玉山拍钱包信用卡的部分呢，其实有42个人是选择这个选项，哦，代表什么？就是大家真的觉得这个 CP 值很高，哦，它的这个得票率是14%，也就是说每100个人里面呢有14个人觉得哇。没有错，就是玉山拍钱包信用卡。好，来我们来看看，就是一般的观众大家对他的意见。好，这个有人写到说，只是因为这个认识了您，好，也就是说他是因为这个活动的关系，所以来认识宝可梦的。好，然后有人写到说，救护申请也有200，还不错，现在还是一样，如果您是救护加办的话，就是要200元的PB 这样子。然后有人写到说，详细介绍，那就代表说宝可梦写的文章其实还不算太差，所以大家都看。这个推荐用户完成任务可以取得300PB上限，所以会写这个的东西就代表说他其实也赚不少，哦，这个还不错。所以其实如果您自己本身有拍钱包信用卡，你也可以邀请您身边的亲友来用你的连结进去申办，他只要再刷888，你一样可以拿到300元的PB，哦，这个也算是不无小补。所以如果这不是说只有就是 KOL 才可以做的事情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的。好，所以如果您自己身边有一些亲朋好友啊，然后他自己也在想说，欸，要办哪一张信用卡好，你就可以跟他讲说，欸，其实拍钱包不错啊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好，就是试着去推推看，如果您就是可以多拿到几百点几千点，其实我觉得你会蛮开心的。因为我就是每个月看到这些点数进账，我自己就觉得哇好棒哦，那我一定要马上回馈大家，因为我不回馈大家我真的是良心过意不去，你知道，因为你们都是因为相信我才从我这里就是进来办卡。支持宝可梦双向互惠互利好康多，哦，所以其实，哦，我的这个互利共享的概念其实是大家可以接受的，哦，所以也是非常谢谢大家啦，就是让我有机会就是可以就是稍微不愁吃穿一点点这样子，哦，对，但他给的还是不是现金，他给的其实都还是刷卡金啊，就是点数的。这边有人写到说，对救护友善办卡也有回馈，我是看了宝大的文章才办的。哦，所以很多人都是因为就是看了我的文章，然后才去办信用卡这样子。对 ，MGM 回馈高，拍卡也好用，推荐别人特别有面子。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推不推得动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说如果这个卡片的回馈基本回馈不够好的话，其实你是推不出去的。所以像这个，它的那个部分海内外2.5回馈，就让你很好去推，然后也觉得很有面子。对，因为你不管怎么说，回馈就是很高。因为我只有跟到这一波，所以其实。我觉得大家还是蛮有趣的，就是说我办了这么多档活动，但是你也可能只会跟一档或两档，这个是没办法的，因为也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所谓的一天到晚办信用卡的需求嘛，哦，所以这个我可以理解，就是说您就挑你自己利益最大，就比如说你要办信用卡的时候，再来网络上搜寻一下，看看宝可梦我办旧档活动啊，或者是其他的 KOL 有办旧档活动，那你再找一档自己觉得 OK 的，反正可以多拿一杯咖啡，就是何乐不为，好，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办卡也 OK 这样子。其实不管哪一个活动 CP 值高不高，重点是宝可梦的一句话，不要为了一些回馈而花费购买不必要的东西，这样子根本不是省钱，反而是浪费钱，所以参加活动也是，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匿名的网友也讲得非常的好，就是我办了这么多活动，其实说到底也只是就是广告促销，好，重点还是你自己的需求，我们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本心，就是不管你自己是在开户或者是在办信用卡，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需求，比如说我这个月真的刷不了那么多，那你真的有必要为了拿手刷礼然后就跑去一天到晚去储值吗？因为储值也是钱啊，你账单出来你还是要缴嘛，对，那其实你只是把你的这个薪水你的钱就是卡在那里而已，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没有必要就是一直去做这件事情。那我会一直推的原因是因为我还是有一些业绩的压力，所以这个无可厚非，但是我完全不会去勉强大家说你一定要办，网络就可以申请推广连接，很方便，回馈加码活动也很多，哦，其实每个人只要有拍钱包信用卡都可以成为他的信用卡推销员，哦，所以这个玉山拍钱包信用卡的 MGM 其实也是一种所谓的会员推销会员的做法，这个就跟 Banky 一样，只是说 Banky 的门槛很高，你要找一个人加入这一团才可以拿到高额回馈，但拍钱包没有，拍钱包的话就是
邀请亲友加入，就你的连结办卡，然后他刷八八，你就可以拿到300点的点数。哦，这也是一样的。哦，它这个门槛比较低一点，它没有就是再把你转换成下线的下线之类的玩法，这个就比较简单。所以这个御膳拍钱包信用卡是这个还不错的这个 MGN 活动，哦，做得很好。但它唯一的缺点就是说，它没有办法让你在线上做查询，虽然不确定活动内容，但是因为牌不错，所以选一下。所以这是有人是搞不清楚状况就随便选吗？这很有趣。第三名，御膳拍钱包信用卡，很棒，恭喜你。